你看这平安。平安。什么？伫传统个内面，咱咧讲，后家较大是神就较大。像阮伫传统个内面，咱伫咧讲，阿较大是哥较大。请问牧师较大还是你较大？你这句话真难听。因为今仔日咱定心来思考这个下人较大。今仔日所有的信仰的内面，咱已经慢慢慢慢，这个信仰伫咧帮助咱改变咱家己。这个改变咱。不是咱家己愿意，因为你若离开这个教会，出咧到外口，你也阁会当看到真侪所在，特别若有宗教心的所在，南部的差别哪大，头家新罗的差别哪大。唔知咱中间有啥物人去参加西雅会？咧绝对拢是大后壁才会当入去，唔知咱中间有啥物人会当想到伫咱个台湾个社会一挂宗教个场所，还是迄个祖先个所在，有真人袂当入去，干呐大部分人才会当入去。唔知咱中间有啥物人伫你是大人过身了后，伫咧分财产，干呐男个才有分，女个。在你的年代，在你的年代，女的无分到财产的真严重，女的无分到财产 ，OK。我要甲咱讲一项，我是50岁左右的人，虽然是这岁数啦。但是到我的囝，到我的囝迄代，人个人爱存一心，分财产，无分男女，拢会当分着。迄个年代，包括你的年龄，你的囡仔啦，差不多30岁左右，你若咧分财产哩，差不多你拢爱调整你家己，男女拢爱分，不是分偏侪，还是无偏侪，差不多爱分偏侪。这个是时代一个进步，请问这个时代的进步是好啊歹？这块的变化是好啊歹？对男波来讲唔好，因为一寡财产怎，女的人就来分怎，减少去。所以好甲唔好，对啥物讲？伫传统的内面所固守的。得到利益的迄群来讲唔好，因为因的利益袂减少。啊，咱今仔日来一个真要紧，这个信仰伫咧教咱讲，伫基督内面，所有伫咧看代志，迄个代志的焦点已经通过耶稣基督，然后咱搁出去伫咧看所有人间的每一项代志，伫耶稣基督内面咱咧看代志。然后你会看到足侪代志已经价值拢无共去，这是基督徒甲其他的无共款的所在。今仔日你正做基督徒，你咧看代志，小心，你唔通阁带两三个来甲牧师讲，牧师，你安尼带唔好，若无让外口的人笑，你安尼带甲外口的人拢无共。个咧，你教会一定爱所做甲外口共。因为教会就是因为伫基督内面，咱重新思考真侪物件，都爱甲这世间分别。对这个无信仰的中间，还是他宗教的信仰中，咱分别出来，各项拢伫基督的内面，咱来看这个议题。昨昏咱有一对青年伫这来结婚，
那伫传统的内面，就爱教讲，你做负责人诶，就爱顺服你诶丈夫，因为丈夫是头，一切都爱尊重伊，看伊目色，安尼才是一个好诶负责人。哎，会晓变巧家己，毋通伤暗声。那传统拢咧教，对不对？即卖咧讲毋是，即卖伫基督诶内面，伫21世纪。咱的信用伫咧看遮个代志，咱讲，恁夫妇两人都爱连结成做一体，所以恁两个既然是一体，已经是无分彼此。某若无，某若痛苦，翁会快乐袂？敢有人讲，哇哦，我若痛苦，翁若快乐，敢有这个代志？一个既然若是一体，手若伤着。手叫夹着，规身躯拢痛甲揪揪揪，这个叫做一体性，搁是完整的体。所以不然呢，过手太太伫咧过手，安欢喜快乐，然后翁嘛伫咧努力，过啊怎样，我的某遐尼疼我的某欢喜快乐，这是一体。伫基督内面，咱已经伫咧思考人甲人有分别，有分别。男女真正有分别，后家甲新娘有分别，各项都有分别。你甲我嘛有分别，差异真大。但是咱伫基督内面，咱伫上帝面前，无分离是一体。但即个无分离是一体，咱搁倒转来伫咧看圣经，咱到底来看这段圣经，到底来读到第哥林西书第三章7-10节。哎。你们从前也曾经生活在这一类的欲望中，受他们的支配，但是现在你们必须根绝这些事，不可再有愤怒、暴力和仇恨，不可说毁谤污秽的话，不可彼此欺骗，因为你们已经脱掉旧我和旧习惯，换上了新我。这个家列位，你若成做一个基督徒，要成做一个真的基督徒，你得家来经历过去迄个旧的我，进入一个新的现在的我。迄个旧的我，你迄个旧的我绝对是一项，就是甲外口有外口的风俗，有外口的习惯，有外口遮个古早传落来遮个物件，你活伫迄个内面。你若无安尼做，你感觉真内疚。所以外口的社会安怎有男男女女的伊坐因安怎在创？但是这个才讲，过去你若感觉无拜足艰苦，无拜对不起祖先。那迄个过去，即个问题是，你即摆要安怎进入一个无拜，但是你感觉颠倒搁较友好，唔免拜。脱离古早的传统，脱离古早的宗教的束缚，来进入一个新的社会。早前你认为现在无同款了，啊，迄个有一个新甲旧，过去甲现在，你得甲我进入到伫遮，因为这个新的生命已经脱掉旧的甲旧的习惯，穿起新的衫、新的袜，因为。即款的要按怎做？即款的转化，特别徛伫人伫咧思考人即项事，拢阁倒转去伫源头创造上帝创造，足要紧，足要紧。即款的所有要改变旧的方向、旧的思考观念、传统若要改，拢阁倒转去伫真趣味。保罗嘛是安尼伫咧讲来。迄个哥罗西第3章第10节，来，即、這个新我由创造主上帝按照自己的形象不断的加以更新，能够完全地认识他。即真要紧，波罗的2000年前都在讲啥？即个新的我，因为不是你家己会当进步，不是你家己会当改变，不是你家己会当换新，有新的观念，不是。这个新的我，对创造主上帝照伊的形象，照伊的形象创造的你甲我，
逐摆若要换新以前，拢要倒转来到伫即个创作之上的连接。连接了后，然后迄个咱的灵甲伊的灵，我的灵甲上帝灵，搁三连接了后，我幸福，我谦卑伫即个造物主上帝面前，然后有即个谦卑顺服了后，伊的神会慢慢不断换新啦，伊的神会不断渐渐换新啦。因为做一个基督徒，唔知十年前的你甲现在的你有啥物无共款无？若确实无共款变歹去啊，迄、那个就对不起上帝的创造。若确实无共款，对迄个无共款，互你变做加真进步，你会当看见你已经真，你有进入伫即个点。照对创造主上帝照伊家己的形象不断来更新咱，互咱搁较一步一步的，咱较完全来认捌伊。所以新生命的诞生，绝对是不断跟迄个造物主上帝做连接，对创造主上帝遐来。OK， 咱社会拢有一句话，爱拼才会赢。少年人爱拼，对不对？啊，大个人拢爱拼。啊，若拼落去的时，就会产生有输有赢。啊，拼落去的时，赢迄群胜利组的就较好。啊，若输的迄群，就安怎变做一个失败者？因为胜利的一群、较有钱的一群、较有知识的一群社会，你要看过去的社会。咱伫无偌久以前，也搁再搁一个，再搁跳出来讲，公务人员较高尚，对不对？是毋是？咱有赞同这句话无？还是咱的高级官员出来讲的？因为要考公务人员，迄、那个1/1000的比例啊，所以咱考到的是社会精英啊。因为咱过去的传统。过去的社会就是安尼，甲咱带，佫是带到变做理所当然。因为要安怎伫基督内面，咱重新来看这个事。今仔是咱的宗会性别公义组织，伫咧讲性别男女。OK， 请问，伫过去的社会，比如伫一间公司咧上班，过去20年前。50年前、70年前，平安伫一间公司咧上班，男的薪水有比女的较悬无？有吼，一定爱较，因为伊是查甫的。啊，这个查甫的工作有一日，迄、那个工作怎叫一个女的取代？伊咧坐的迄个椅啊，怎叫一个女的取代？取代了后，啊，平安做同款的代志。到底薪水是爱共款还是无共款？那15年前也搁讲袂使共款，15年前也搁讲袂使共款，到即嘛，嘛还有真侪公司咧讲袂使共款，因为伊是女的。但是，若是一个较先进、较文明的公司，伊就讲拢爱共款，因为。女的咧做个工作，甲男的咧做嘛是同款。因为即款个对完全因为性别无共款，变做敢若性别个无共款，互人煞怎变做分财产袂当分，还是倒爱分较少。性别无共款，然后薪水较少，会女性现在努力到规个拢爱同款。你知道这是一个真要紧社会变迁。咱的努力到讲，你若真正伫基督内面，咱定心要怎伫基督内面伫咧思考这个头家甲新妇的关系，定心的思考男女的关系，定心的思考你甲我的关系。以前的人看太太是达波人的。在世，还是互相是达波人。以前的人伫咧讲，
囝是我生的，你会使拍袂？会哦，当然爱拍，无拍，你囝仔变拍袂安怎？即马你随便拍看卖啊！啊，我生的做袂当拍，袂使随便拍。啊，若无，你会当掠去关；啊，若无，你囝会当带走。因为这是一个真大的概念的转变。迄、那个转变，我甲你讲，拢受基督教信仰的影响。迄、那个基督的信仰的碎碎地，变成一本圣经，然后伊的价值观的全落实到伫各种的哲学、伦理、道德，所有遮的各行各业，伊遐全对遐去。迄、那个一本圣经，一个信仰，它有遐大的影响力，拢是倒转来。在坐不住上帝的目睭中，安怎来看这个事情？在坐不住上帝的面前，那咱倒转来，耶稣基督已经把咱带，把咱这个生命带来到在基督内面，然后这个基督又把咱带去认捌这个上帝，让咱会当通过十字架的痛来面对真侪上帝的痛，来面对上帝，然后你我咱重新通过基督的这个目睭，咱来看。在上帝面前，我甲你安怎？在上帝面前，我甲这个世界的关系安怎？得胜的人，在社会竞争打拼得胜的人，一定伊的性命就较尊贵、较高尚吗？我甲你讲，我伫一个所在，我看到一个足水足水，伫咱教会上面团体，我感觉。上年团结已经人生该打拼了，打拼了，然后来到伫这个七十岁、八十岁，不管你过去的背景是啥物款的人，来到伫这个遮，你是伫无读册的人，感觉咧路途卡，感觉伫咧做这行做，做到尾也大家人甲你拍破，因为你比别人较有群，比别人较有道理，比别人讲话讲哇，这哇你的人。哎，伊都比以前都无一定有经济啊，以前都无一定有物质啊，但是大家人伊会，大家人真疼。大家人来会当到迄个年纪来，大家人干呐，家己的性命好活成做一个，甲人三千的人，哇，这个人人人爱，不管你是啥人，我伫遐看到迄个性命平等，因为一个新的世代已经慢慢来伫遮，不管你过去安怎样。来到伫遮，咱伫个基督的内面，通过这个信仰，搁伫上帝面前，你咧看讲，咧看讲，我甲你的关系，我甲边仔人的关系，啊，这个咱来看，这个新的关系，到底我甲世界的关系是安怎？哎呦，够奇妙！上帝啊，他会遐尼水，你甲我放伫遮尼奥妙的舞中。我会当享受这个世界，我会当伫这个遮看到这个世界水啊！我看别人看到的是讲这个山水海水，我看到这个山水海水背后有上帝奇妙的创造，然后这个是上帝创造，然后我搁游向伫上帝创造的遮个大自然的中间，请问咱会当物件摕去遐食食，粪扫会当乱弹是吗？会啊袂？敢袂使？袂使。袂使。因为互上帝创造，互咱享受，咱享受了，咱爱搁努力保持这个环境的水。但是若无这个信仰的人，伊有可能，啊，这到啥？这啊，但是，所以你会当看到伫高速公路，甚至伫高速公路有一挂人开真好的车，但是常常伫迄个真好的车的内面，剥一个粪扫就弹出来，伊感觉无啥，伊感觉无啥。我去上海的时候，在上海过，透早我去市场遐看看，透早我看到一项事，我感觉，大家早七八点左右，店门开开，他们在扫地，请问，因伫咧扫地，迄个粪扫是往内面扫，还是往外口扫？所有的人咧扫地，拢甲迄个粪扫。在裡面掃出來外面透早一些衣服要丟一些灰進來之後一些紙板
你想伊个沙，迄个塑胶落啊，遐个纸板，衫裤泡起来物件，吊好开始个，遐个落啊，遐个粪扫，遐个纸板，伊是摕入去收好，还是甲等出来外口？甲等出来外口。那是一个基督徒，那有受基督信仰影响的社会，毋是？伫这个家，咱伫咧看到讲，人伫上帝造化下面，人的责任是管家，咱要怎好好管理，才能好好享受上帝的世界。所以，其实你是一个管家，你安怎甲你的家庭管得好，你安怎甲你的公司管得好，啊，这个管得好是乎逐个人，哪管理哪水，逐个人哪娱乐。所以，有管理过的所在，比无管理搁较好。那安尼来讲，我咧讲咧社会开发，开发了后是予人民逐个人哪好，还是开发哪开发，水哪污染，空气哪污染？你会当看到遮有信仰的人伫基督徒的面前，甲伫创造造化的面，迄个观念拢无共款，咱有社会责任。开发感谢，创造工作机会感谢，但是迄个毋是干呐我好尔，还佫想着讲上帝造化有无我破坏啊？因为那是一个社会责任。那伫这个家嘛，伫咧讲，伫这个上帝的面前，我甲你到底迄个关系，还是讲分配？因为其实迄个关系就伫遮啦。伫这个责任的中间，你分到的5000，我分到的1000，所以安尼你的责任较重，我的责任较袂遐重。啊，那安尼你领的薪水较侪，应该我领的薪水较袂遐侪，应该因为我的责任较袂遐侪。但是虽然伫遮咱有分别，但是人生的价值有同款啊无？人生的价值总同款，所以老爸甲囝性命拢同款，价值拢同款。啊，那咱以前讲，囡仔人有耳无嘴，对不对？所以囡仔人叫人阿姊姊，即摆讲袂使，即摆若要培养你下一代，你讲，囡仔囝加讲一寡，加讲一寡，真好真好，加讲一寡。弟弟要听囝讲话，弟弟互伊发表，然后甲恁阿妈弟弟来分享长辈的看法，有经验的人的看法，甲无经验真单纯的人的看法，然后伫遐弟弟做真水的交流，这是一个伫基督内面，这个新的世界，咱弟弟咧思考遮个事，啊，这是上帝所创造的。咱开始咧讲男女，每一个生命是平等。咱伫咧当咧外口的社会，拢伫咧讲大人较要紧，囡仔无要紧的时，耶稣顶多甲咱讲，恁若要进入上帝国，恁就爱安怎？活倒当亲像囡仔款，大个人爱对囡仔来学，顶多囡仔有足侪单纯的所在，是咱大人已经失落去。囡仔有真侪高水的所在，咱迄个高水的性已经食年纪呾侪，咱有足侪已经变甲足无单纯，足真无高水。啊，伫即个传统伫咧讲，啊，我伫咧发薪水，当然我发薪水的人比你较大。但是伫即个新的年代，咱伫咧讲，当头家伫咧发薪水的时，都爱甲新罗说多声，加在有恁，有恁造我。所以即个公司的发展，拜托个啊，都爱靠恁个建商啊。恁还要继续啊？是头家伫咧发薪水的时间，说着声，然后互伊起码一件，伊起码一件，哪侪人欢喜，头家就哪稳定。所以，这个就变作一个新的一个伦理的关系，伫遐提出来。因为咱已经伫咧进入这个新的二十一世纪，信用要安怎伫这个家伫咧帮助咱？以前的社会讲，哇，咱厝内若有人，迄、那个残障，目睭痴迷，摆脚出事着多重障碍，咱厝内拢感觉足见笑，毋敢见人。甚至若有人要来提亲，拢叫甲遮个即款个无啥正常个人，毋通出来。你今仔日袂使出来啊，有人家要来啊，拢甲藏咧边啊。因为感觉迄是家庭个见笑，迄是整世人安全受救助。人外口笑，总是你若伫基督内面的新创造，你若伫上帝造化的内面，你看到讲
No， 也能接受。这个性命嘛是真高尚，这个性命嘛是上帝的宝贝。大家人接受这个事实，大家人听伊，大家人看伊，甲咱所有的人拢正常平等的看待。但这款的社会再水再自然，所以你的心内有自然啊无？等我一个老乱老乱的男来，才做礼拜，啊坐伫你边啊，你先坐入去啊。然后有一个年老不消化的老乱的人来坐咱你边啊，你会想要坐咱边啊无？还是你真自然坐伫遐？有一日，王叔呐，到78岁，原来老乱老乱，过来听讲到我做礼拜。啊！到我若来坐落去，你毋通看到我咧流汗咧转身走，迄对我足伤诶，迄对我足伤诶。就是虾米叫做人平等？咱若看到有一挂人无啥好势，咱就知有一日我若年纪到遐，我嘛会同款。所以这个社会就是这人人拢平等，连个强诶爱去保护弱诶，有能力诶爱去照顾。无认得，所以我若看到有人伫咧欺负遐个较弱势，我都爱站出来保护伊。迄个是圣经的教导，因为原本是一个无正常、无平等的社会，那已经受改变了。因为伫基督内面，咱拢真正四海成做一家，所以即款的信仰，我想咱要继续来，咱来看这一段。不论是3:11-12，这样说来，不再有希腊人或犹太人的区别，也不再有受割礼不受割礼、野蛮的会害怕的、奴隶或自由人等的分别。基督就是一切，基督贯彻一切。上帝爱你们，拣选了你们做他的子民，所以你们要怜悯、慈爱、谦顺、温柔。因为我过来请教你，有衰劣基督徒较高尚是无？有衰劣基督徒敢有较高尚？无。有衰劣甲无衰劣，拢同款。伊的性命伫上帝面前拢同款，若有分别，迄拢是教会有一挂人奇怪的人教的。伫咱的长老教会，伫咱的英国教会，咱要领受的是这款的信仰。咱是罪人，咱的问题足多，耶稣基督无气焰来甲咱接纳，甲咱吸引，甲咱圣化，替咱死。替咱定的是个，予咱有新的活命，然后予咱会当徛伫上帝面前做上帝宝贝仔囝。罪人一摆到伫上帝面前，袂使歪头讲，恁遮无洗礼，啊恁遮误会垃圾，啊恁遮外邦人，拜托。因我教会的朋友袂使对外口的人讲外邦人。咱拢平民是人，只要你是人。只要你是人，你伫上帝面前十足的权利，你拢会当得到上帝的听。不管你是甚么款的人，所以用这款的信仰，咱伫咧向前行，讲基督就是一切，一切包含万有，基督贯穿一切，贯穿每一个人。所以伫大家人的心内，拢有上帝的形象；大家人的心内，拢有上帝的天使。所以我怎样对待你，就是怎样来对待上帝。我若怎样批修你、批判待你，就是来批判待上帝。所以，伫这个基督的听的内面，已经予咱一个真要紧、真要紧的新的伦理，予咱一个新的世界观。所以，若安尼来讲，因为咱过去咱对美国的宪法讲讲人生而平等。We was born equal。 我们在这个家讲无影，咱出世的时代人拢无平等。出世的时，恁家
甲后壁阮兜较散。出事的时，你伫你看的家庭，父母真注重教育。啊，阮兜，我若要读册，阮爸就读册食了，去饲阮较要紧。大家人的拢有平等的情况。有的人真正因人生拄到真好的贵人，有的人真正处处予人糟蹋。人出事不一定平等，但是注意一项，咱要倒转来伫上帝做话的面，上帝甲咱讲，每一个人的性命等值、平等、权利、一切义务拢同款。虽然外表有起起落落，拢无同，但是实际性命的位置拢同款。这个是对上帝创造论来讲，才有这個、才当得到这个。十三节到十四节，咱搁到底来背来。有纷争的时候，要互相宽容，彼此饶恕。主怎样饶恕你们，你们也要怎样饶恕别人。在这一切之上，要加上爱，因为爱是联系一切和谐的关系。真侪人咧冤家时，拢一个比冤家；咧冤家时，拢一个看谁对甲唔对。我跟你讲，若伫哪伫咧比冤家，哪伫咧比谁对唔对，恁的婚姻就哪多。爸囝、母囝、阿母，哪袂好，就是拢感觉咧，拢伫咧定对方唔对。伫基督的内面，这个才通过圣经讲，有纷争的时啊，彼此宽容，彼此饶恕，主怎样饶恕恁，恁也着别怎样饶恕别人。一切恩面还要加上什么啊？爱，因为疼心是一切的连接，疼心会当超越一切，疼心会当补足一切。所以伫人甲人的中间，疼心若多，遐裂痕就若多起。疼心若丰富，就袂去比你甲我，干那知影讲咱彼此，咱的三亲，咱的三宝，咱的三体谅，咱的三牵性。所以迄个疼，伫基督的内面已经伫咧过，讲你有疼心啊无？爱心是一切立法的总纲。因为今仔当来，今仔台湾社会有真侪纷争，有纷争的所在，哪侪难免见，敢若看到听哪失去啦。今仔日的教会，特别咱联合教会，咱会当用钱的是敢若钱讲，咱的听心有侪啊无？咱听心若哪侪，咱甲社会就哪无害。愿上帝是伫咱的中间，把这个信仰带入去你的婚姻，带入去你的家庭。最后，咱来读一段好无？来，基督所赐的和平要在你们心里作主。为了使你们有这和平，上帝选召你们，为一体，你们要感谢。无论做什么，说什么，你们都要奉主耶稣的名，借着主耶稣基督。感谢父上帝，太阳靠水的信用，一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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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咱就引穿进入到伫遮，讲和平。翁某会当和平，因为有三件；爸囝会当和平，因为有三件，毋是单单伫咧讲彼此的差异。咱甲是外口的社会，也阁会当和平，虽然差距遐尼大，也阁会当和平。是因为咱基督徒超越、超越的听包容的心心灵，所以咱甲咱身边的人绝对要有迄个真大的包容的心，因为咱伫咧培养基督耶稣的听，讲无论做啥物、讲啥物，拢爱讲耶稣基督的名。啊，借着这个基督耶稣是一个，咱要来感谢上帝，因为才甲咱带出来到遮。啊，最后我要讲，唔忙。上帝的基督的教会，就是咱这个所在，真侪一个友善生命的地方。所以不管你是谁，不管你是谁，这个讲不管你，无论你的年龄，无论任何一个人来到伫遮，咱拢爱好关待伊，因为这个生命是上帝手中的宝贝。耶稣基督为了伊死，上帝听伊祷告。上帝感謝主，上帝聽你的話，我們同心來祈禱。先來主，我感謝
日日伫你诶面前诶灵修祈祷，逐礼拜伫你诶面前用谦卑，伫礼拜中领受诶信息，愿伊成做我诶性命，愿伊成做我诶性命诶亮光，来引带我头前诶路走。我伫即个遮，每一个人有父母、有家庭、有翁某、有囝子。我伫遮，每一个人等下礼拜煞受车检，转去伫我诶社会内面。我伫社会每一个角落，愿即个信仰变作我诶实践，互上帝国落实伫遐。每一个人是平等诶，每一个人是有尊严诶，每一个人拢值得阮听，每一个人拢阮拢爱去保护伊。阮感谢祈祷，奉主耶稣基督名。谢谢大家。